种，三星。清火啊，打一块菜。谢谢你姐妹妹，激我的哈子，也是个好吧，激我啊！为非同台是个嗨，香港机场嘅实况。未去已经十二点四啦。我哋而家望下你先，睇呢件人哋几重，七十。超越阿爸。一讲起台湾，唔知道大家最想会做啲咩咧？乜都食，食疏芙里、春水堂、糖水就系啦。我今次去台湾咧，系要去追星。我希望拎到呢个飞轮海嘅亲笔签名，同埋我要揾干直树教做功课。你出手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事隔四年，我哋终于再次出发去旅行啦！哇吼！我怀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踏上这个去台北的飞机，不知道大家已经飞了去边处玩呢？今次我们选择台北来个四日三夜之旅，试下水温先嘅。想知道台北依家有咩好玩、好食、好介绍？我们就一起继续睇落去啦！大家睇下台湾入境好多人都搭桃园机场嘅贵妃，贵妃一嚟到台湾已经见到飞轮海。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我超好。到达这个台北车站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哇哦！哇哦！下一条影片会同大家详细开箱呢间和苑三井饭店噶啦，所以大家要记得订阅赞好。我哋依家去呢个东门食呢个响鸭散鸭糕。佢有唔同套餐可以拣嘅，我哋一行六人，所以最后拣咗个六人套餐。有六人套餐，一个鸭四粥、蒸素鸭掌、凉菜三品、萝卜糕、水莲。梅子自筹，然后就梅花猪，就要那个三宝，三个那个红豆汤，三个红豆汤，给转一个乜嘢？用豆腐，但就一个鸡杀猪，鸡杀猪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有啊，其他的三菜喽，炒薯蕾，三宝拼盘。大家应该好少听到去台北会食片皮鸭，所以我哋都系抱住试下嘅心态去食嘅。我哋叫嘅六人套餐，其实八个人都系绝对够食，因为我哋食完饱到连椰子都食唔落啊！咁样样食啱唔啱？食咗呢啲咁多咧，食翻满足清清地，佢都系会有个师傅即场片俾你睇嘅。哇哦！黄金脆皮是不是好想吃哦？贵妃试下食片皮啊，片皮啊，呢个平时嗰啲片皮鸭甜甜酸酸酱咁咪得噶啦。哇，好食喎！呢个好脆喎，好嫩啊！呢个好嫩啊，唔似我哋香港啲好硬。但系咧，佢原味好新鲜嚟，嗰种味浓味咧，你自己再俾多少少酱啦。你中意辣就可以加啲辣椒粉或者咩啊？好好吃啊！因为我哋父亲大人生日，所以送咗一个超可爱的小鸭精标嘅。啊，工作你福寿，最后埋单唔使5000台币，大概每人200港币左右。喺香港呢个价钱，一定食唔到咁高质又丰富嘅片皮鸭，而且仲有鲜肉碎锅服侍，食到娘娘会咁开心，所以好推荐大家去试下嘅呢。食饱我哋就去附近嘅永康街道疯狂买手信，一齐跟住贵妃去 shopping。
點解開唔到嘅？嬌身慣養嘅貴妃，竟然連個盒都唔識開。哎呦，哇，好香啊！貴妃快啲試下。哎呦，都下雨。嗯，菇味飯唔甜，好香菇菇肉味，好味。但係佢同平時啲蛋卷咩分別啊？鬆化好多，唔會好甜。朱古力咖啡。貴妃好嘢，貴妃俾錢。之後黃色地標嘅食冰店對面有間叫做私房小廚嘅鋪，有勁多人圍住，原來係免費派呢個草莓雪糕，所以大家經過嘅話可以拎翻杯嚟食嘅，係免費嘅。聽講好多人韓國買嘅手信，平咗五蚊，知唔知我哋成家喺度狂買手信咯？香葱埋飲，What's this？ 大概四十零蚊港紙，四五十蚊港紙。即係我話甜味嘅朱古力，我食咗咖啡味。咩味啊？真係好味喎！好味啊！啊，不是不是，咖啡對。我哋第一日就已經喺度狂買手信啦！貴妃萬歲！貴妃。我哋今日買夠未啊？今日差唔多。繼續。好，買夠食飽就輪到小吉子我出場介紹啦。跟住要隆重介紹呢間三創生活商場。三創生活嘅六樓係好多呢啲 game 啊、動漫之類嘅嘢嘅。呀吼！哇！你台灣嘅要玩呢啲？Yam 嘅啦，这是什么来的？钓鱼？系正店拍拍同副店拍拍啊！去老板小镇啦 ！You get 啦 ，You get 啦，系十蚊一个噶。啲真数多几个，重点系十蚊一次咋。嚟到台湾嘅要夹公仔啦，我要夹呢个。Baby shark,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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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Baby shark,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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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夹公仔大师，我再唱唱，唔该。呢个嘢坏咗，系我噶啦呢只，仲唔系我嘅？假嘅呢个，夹呢个哥斯拉，我相信一定系会夹到呢一只。我要边夹呢个哥斯拉，虽然我想要拿到。但係睇嚟呢只係我，我砌，我再夾多次，我覺得應該係夾到。哇！哇！耶！睇乜招啊？多謝你，謝謝。我依家幫佢夾個好兄弟，好兄弟我來咯。哇！六秒就黐線，好兄弟，我來咯。我头啱啱 kick 喺呢个位咯，咩事啊？我今次挑战蛋黄哥，蛋黄哥我来咯，是我的好人啊！哇，是骗人的，这是歪的，大家看一下这个 gap。而家喺 gap 系同拖鞋同埋一个咁，有冇啲夸张？我依家要示范俾大家睇呢啲，一定冇可能 gap 到嘅 ，gap 唔到都仲得。大家卡好咯，不可能嘅任务，喺度喎，唔到喎，哇，呢个 gap 要点咯？我完全系个唔觉得佢会得咯，咩料？呀、yeah! ！大家唔好玩。Thank you, gentle。系啦，不小心啦。哦，但系300蚊一盒，有啲贵，所以拜拜。各位，我已经嚟到我最想嚟嘅蛋铺。呢度係有超過100部扭蛋機俾大家扭嘅，所以我係時候要扭蛋啦。係小魔女杜維咪，我係蠟筆小新，佛佛虎虎戰國之柴，文具型嘅扭蛋，我電飯煲都有啊，仲要係台灣嘅大同電鍋，一堆堆嘅唔同分類嘅扭蛋，但係佢價錢應該同香港都差唔多，150蚊台幣。繼續洗錢，呢度係有超多唔同系列嘅扭蛋，大家可以隨時嚟。但我見到一個係寵物小精靈嘅呢一個，我希望扭呢個小火龍或者護主犬。大家估下我會扭到邊一隻啦？點樣？50蚊乘二？咦，唔係喎，50蚊乘二，我呢個10蚊嚟嘅喎，點解嘅？
小火龙，小火龙，我嘅小火龙，食大佢。啊！系护鼠犬啦、啊。耶、yeah! ！成功。呢度仲有劲多唔同嘅 Gundam， 贵妃有冇睇啱嘅高达啊？唔好阻住我。哇呵！佢有好多唔同嘅高达俾大家买嘅，1200蚊台币一只。哇呵！有冇中意啲高达？200蚊转一次，随机抽奖。楼下仲有 VR 玩嘅，应该都几正。哇哦！这是什么来的？呢度系有好多盲抽。哇哦！25000台币一只。Oh my god！ 哇，超贵，少一支万嘢。哇，系数码暴龙啊！然后地下会有好多唔同嘅商品、动漫、卡通之类嘅展示嘅，大家都可以去大哥嚟抢。垃圾啊！然后地下 B 系一个 food court， 位于忠孝新生站附近嘅三创生活，全栋都系卖唔同嘅电子、3C、动漫、卡通嘢。如果同我一样中意卡通动漫嘅你，记得一定要嚟呢度啦，包你买到 VR VR。台湾啲嘢太热气啦，所以夜晚去咗便利店买个椰子水清清。不过呢支嘢就唔好似胶胶地。便利店系会有好多唔同造型嘅悠游卡买嘅，虽然佢冇我想买嗰只 Pokemon 尾巴款，但我买咗呢款卡版，佢系会有8款唔同类型嘅卡嘅，仲有一款系隐藏特别版。所以我同大家开卡睇下究竟会系咩咧？希望系变卡超。噔噔噔噔。答案是皮卡丘，還要是金光閃閃勁靚。如果想買悠遊卡的話，大家都記得去不同的便利店買，還有超多不同的款式。好了，台北超好玩第一集來到尾聲了，喜歡我們的片的話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、追蹤 IG、Facebook， 下集還有更多台灣好玩好吃的東西推介給大家，千萬不要錯過了。我是謝謝謝謝。